啊，这个婚礼哦，就办在咱西餐厅。啊，主持人呢，当然就是由我这个天王的主持人阿达拉来个主持，吼、哦。啊，婚礼这个定数吼，我来设计，好我安排。安尼就妥当诶。我想看卖啊，佫有啥物？哦，妈，起来，彩玲啊，起来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伊来了上拄啊好。我即摆吼在讨论讲哦，替你甲崇威哦，要包办婚礼的代志啦。嗯，哈？啊？包办婚礼？对啊。哎呀，那雄雄安尼想，彩玲，我是想讲当初你甲崇威啊，俺两个吼，搁咧雄雄啊去登记啊，要办婚礼啦。人讲嫁查某囝是真大个代志呢，所以我一直对亲家真歹势，才暗算讲你这个时阵吼啊，来办一个请伊来婚礼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我甲崇威结婚这么久啊，拢无办婚礼，即马雄雄要办，敢会怪怪？哪会怪？袂怪啦！搁再讲，恁爸爸吼一直想讲吼，来牵查某囝，啊，行这红地毯，啊，一直都无予这达成这愿望，所以即摆补这个婚礼哦，完成个愿望啊，你拄好啊！彩玲啊！你是不是感觉办这婚礼足麻烦的？免烦恼啦，我拢替你用好啊啦。啊，这个哦，婚礼主持人哦，就是由我这个天龙主持人阿达啦，甲你主持。啊，所在呢，就伫咱西餐厅内底啦。哦，啊，这婚礼一个定数哦，就是由咱这世界西餐厅头家娘江美官女士啊，替咱来计划，一手来包办。我相信这个婚礼啊，一定足请的啊，一定足风光的，一定让大家足兴盛的，对不？是啦，彩玲，啊，这婚礼哦，本来早就爱办啊啦，啊，之前大家拢咧无闲工课啦，啊，无好好去讨论，我感觉今麦这个时机拄拄啊好，来补办这婚礼，真好，对，好。妈甲客伯雄雄讲要替我补办婚礼，应该是真烦恼我甲崇辉婚姻状况，嘛是想要替崇辉弥补啊，也不过今麦我。感情家需要一个婚礼，妈，客伯，多谢您替我思想，想要替我补办婚礼。也不过我想想的哦，我真正感觉即马无适合补办婚礼。其实，从会发生遐个代志，我到即马心情。也是无好当恢复平静。老实讲，我甲崇辉阁需要时间来化解阮两个人的心内心结，嘛爱想办法来解决小倩的问题。所以，即马真正无适合。好，了解。无安尼，等你甲崇辉两个感觉讲是适合的时阵。阿姐来补办，好，嗯，好。你别烦恼啦，阮哦随时都会替你传便便啦。好。杰伯，妈，是的啦，你替我思想，我是想要替崇辉解决问题，我会想办法赶紧恢复我的心情，嘛恢复我甲崇辉的感情。彩玲啊，俺你会当安尼想哦，阮就放心啊啦。嗯，是啊，彩玲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是真感谢你。你肯予崇辉阁一摆机会，啊，你也愿意讲，翁仔某两个同齐共心来度过一摆难关，真好。妈，啊，当初是我答应要嫁予崇辉，就是要甲伊过一世人啊。嗯这次算是我们两个度过头一个难关，若是无度过去，那呢是要安怎做伙一世人？也不过因为阮的代志，害恁两个替我烦恼，我真正心内感觉就袂得过。袂啦，迄都无啥物啦，即摆上个重要，就是恁两个爱好好，啊恁两个若好，阮就好啊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妈妈拢支持你，你嘛爱加油，好。嗯，对啦，客伯哦，
也一定会支持你。彩玲啊，你来加油呢。好。你讲啦，差不多啊，那我来洗餐厅啊。好，好，我请来无用。好。我袂当讲，让妈替我操烦这个问题。我即马就马上来解决。即马的我，应该提起勇气，化被动为主动。